嘉义县番路乡农会跟在地的茶农还有玫瑰花农合作，推出三款全新的阿里山玫瑰花茶。原料结合具备着产销履历的阿里山手摘茶叶，还有是有机的食用玫瑰花，不但赋予了阿里山茶全新的风味，也让民众喝得安心。好吃，玫瑰的香气哈。大口咬下食用玫瑰花瓣，香气瞬间在口里爆发。喜欢玫瑰花香的民众有福了。嘉义番路乡农会与在地花农合作，将玫瑰花结合阿里山茶叶，打造全新花茶饮品。我们乡内有一个很有名、很棒的有机玫瑰花园，为了帮助花农跟茶农。番路乡农会特别在去年推出三种的花茶系列产品，为了推广在地产业，番路乡农会特别严选阿里山上具备产销履历的清新乌龙、红乌龙和金萱三款茶叶，结合在地花农的有机使用玫瑰花，推出玫瑰花茶包，赋予阿里山茶全新风味。而具备产销履历和有机认证的花茶原料，更是要让民众喝得安心又健康。将近150种玫瑰花，而且都是用有机的方式栽种的，跟我们番路的阿里山的高山茶结合在一起，那个香气呀、那个质感会更棒。茶农和玫瑰花农的异业合作，碰撞出全新味蕾体验，也为在地产业开辟全新商机。记者蔡崇武加以报道。